大家早安，我是颜宝。现在位在杨梅的牧场呢，其实呢，大家你我都吃饱了吧？但是呢，这边还有一群小动物们饥肠辘辘，就要等待喂饱他们。来看看这关键的红萝卜，想必你已经知道材料是什么，就是我们现在当一日保育员首要动作，就是要喂饱这些小白兔们。其实园方呢搭建这个雾木呢，最主要是因为他们是夜行性动物，所以呢他们在大白天的时候比较喜欢躲在阴暗的地方，甚至呢是在这边呢有一个高架的地方呢，让他们比较有安全感。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他们现在在里面活蹦乱跳的，就是看到这个红萝卜已经来了。你放到，而且呢这小白兔其实他们听觉非常的灵敏哦，所以你靠近他们的时候呢，切记一定要把你的脚步放轻，甚至呢你的声音也要比较小声一点，然后呢他们才会愿意来接近你哦。而且呢其实他们的后腿非常的强劲，所以要在喂食他们的时候要小心一点。而且你看看，哇，他们在吃饭的时候这样卡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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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声音，听了都让人觉得好好吃的感觉。那其实他们这些小白兔呢，在园方目前呢这边有14只的小白兔。那么其实它除了在小白兔之外呢，另外还有一个大型动物要等着我们去喂食咯。亮亮亮，乳牛来喽！来看到这一边呢，其实呢，他们现在呢也是饥肠辘辘，每一个人都伸长了脖子要来吃这个牧草。那么其实在喂这个牧草的时候，有诀窍哦，有诀窍哦。其实呢，就是要尽量是放横的，因为他们的力气很大，他们也很有力，所以呢，其实呢，最主要就是要放横的，让他们这样用卷食的方式，并不要跟他们去抢哦，因为你看他们的力气超大的，瞬间就会把草给拉走。好，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现在目前呢早上的现在的喂食秀的状况，再把时间还给彭妹。